大家好，我叫严泽欢啊，来自北京，然后毕业于现代音乐学院。王嘉尔队长好，你好。我叫严泽欢，然后带来一首原创《过错三个队长老师全唱了。去陈丽老师那边。谢谢老师，节奏真的很好，谢谢。最后一个演唱机会了，然后唱一下，不管他喜不喜欢我这挂的。我选择别。第一轮唱过错，过错这首歌词是我的工作室的伙伴写的，然后曲是我谱的，就是蛮打动我的，然后就写。反正意义就是遗憾，反正就变成遗憾，但是能不要错过就不要错过。但是这个歌的曲风，我最后没有把它做成那种情歌慢歌，有点英式摇滚，我觉得。人嘛，还是洒脱点比较好。过去的别再说我怎样。当时我去王嘉尔老师那边排队嘛，排着排着到我，然后我就唱嘛。其实那个时候心态已经也不崩也不平和，就是感觉最后一个演唱机会了，然后那嘉尔老师还没听到，那就唱一下吧。不管他喜不喜欢我这挂的，那我把他唱了就好。唱完了，他也是给了我一句话，就也是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连你声音蛮好听。”谢谢老师，你声音真棒。然后我就坐那了，就等了结果。然后他就说。就是赛制变，说是可以 PK 他的想法，就选点了我和刘烨。想再看多一次的两组是演哲环刘力扬。当时状态是很紧张的，就说啊，反正多一个机会，多留一首歌嘛，人家唱嘛。哗啦啦啦，哗啦啦啦。他好像没怎么用伴奏，他直接就弹吉他，其实难度蛮高的，所以我在这一方面觉得他做得非常好。在那嘻嘻哈哈，哗啦啦啦啦，我被淋湿了。哗啦啦啦，我就在那说，唱一半的时候，突然发现，哎，下面好像有点动静，然后我就哎，就爽就好了。我的选择是过错，就很意外，就大意外那种。他的声音，然后他新的一个编曲非常舒服，而且他唱歌的时候会马上让你投入，在一秒里面把你拉进去他的世界，这个威力实在是太大了。